What?啊，我觉得今年的四强可能是往 GS 赛到现在来说最看起来最有竞争力的四强，因为有三支赛区的一号种子进入到四强。因为一般来说一号种子都不会有特别好的成绩，好像，但是今年有三支一号种子都进到了四强，然后还有一支队伍是我们就是去年有幸得到世界冠军的队伍，所以说还算是我觉得最有竞争力的一届 S 赛吧。首先，我们是一支比较新的队伍，然后今年。在春季赛我们就是开头很高，然后后面也输得比较惨，然后到下一赛我们的夺冠，然后到现在世界赛我们八强赛要面对去年的亚军，然后四强赛要面对去年的冠军，然后如果我们赢了的话，我们进决赛还会面对另一支冠军队伍。现在看一下宁王这边来到中路，两边的一个打野都在附近，来看一下谁会先忍不住，究竟是会先滑上去还是先勾出去呢？啊，一个先滑，但是哎，李信去吃河蟹了，李信直接略过这一点，然后主播，宁伟翔非常早期的一个跑线，但是直接被宁王给察觉到了。哇，伟翔早期跑线一个勾到，然后回身闪现，一技能把对方给敲起来，首杀。最后是由不理之所拿下，而且再一个勾，又勾到 Rookie 这边被逼的一个治愈闪现还在，但是后面有一个铁壁钉稍微保护住之后，这场比赛 FunPlus 再度发起首杀进攻，野区轻门踏户，但是也没有任何的野怪，这里应该是拍球果会直接两边打野的一个相遇，但是 Rookie 这个位置比较差一点，先给到自己的一个一技能回身拍了一下分镜错骨之后，两边打野的交换。不过因为现在他在前期的这里林伟翔的位置有点危险，然后一个渡闪渡到两个人，然后来看一下给到自己的 Q 技能之后，林伟翔这边交出闪现往后拉掉，后面两个 TP 都准备要下来，先给一下自己的 Q 技能，这个米莎没有顺利的命中，但只是保来看自己的白盾可能要倒地，交出一个闪现没有倒下之后，后面开启一个死亡领域，林王这边被抓到，后面再给一下自己的 Q 技能，金乌这边直接把林王给杀掉，后面的话开启一个血池的帅，有没有机会成为这个队上的救世主，一个破直接直接贯穿这道腐败线，最后直接被人头杜云斌顺利的拿下，反倒是 Pump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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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mp
有已经他一定知道对方有闪现，所以他这一波闪现就单纯只是想换。林伟翔这边被抓到，不过后面给到一个多连锁，利用大招规避掉了这个捆绑效果。然后来看一下宁王这边也过来，这边是被小天给盯上。然后来看一下双方这个战场分割在两边，一个电池进场，直接把 J Club 给电爆了。然后后面林伟翔再补上自己电浆的一个伤害，也把坦克旗一并收入口袋，再给一下自己的 Q 技能。另外这边扭位躲过，不过已经是一个5-0。起飞的感觉，这向上下来中下两个好像都有一些战事要发生哦。这边没闪勾，勾到给 Q， 最后一个给酷，直接把 Rookie 给踢死。后面的一个多连锁也绑到，但是回身又是一个抓抓，把对方给抓进来。但只是有一个大块躲避，可以顺利的把这个 JK Love 给拯救。刚才林伟翔的扫眼其实是没有扫到草丛里面的宁王的，所以刚才应该是宁王发起了一波进攻，搭配上 JK Love 的伤害直接收掉。刚才中路的那一波 Doing B 的一个打法，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，就是为什么那第五次中路可以扛着那些前期。哇，又抓到了！不过这边的话，小天是还保有大招，这边直接亮了一个 TP， 来看一下把谁给踹回来，踹了一个坦克级，直接被 JK Love 的破甲剑给贯穿了。Doing B 下来，来看一下勾是直接勾到了墙壁，但是后方下来的一个宝蓝。这边反而是自己一个人被留在了原地，之后被敲飞，又被晕，又被敲。林伟翔这边再把人头给收获。刚才 CRISP， 然后回身的话，上半部也开锤，这边关进了小房间。冷帅这边有没有机会走？他已经交了自己的大招，还有血池吧？血池开起来，然后再爆了一口自己的一技能。不过现在的话，现在会觉得说，其实哎，一个勾又勾到了。不过这边的话，把 Rookie 给留在了原地。Doing B 这边有点硬怕，自己的力气冲击往前一个渡闪，让两人再炸回来。这波宁王炸得非常的漂亮。Doing B 开出了一个自己的技能，但是有没有办法变成 IG 的一波反打局？后面又亮了一个 TP。两道 TP 同时降下来，但此时路线已经先把那里给杀掉，这波 Complex 可能要溃败了吗？往前爆了一口血之潮汐，这边是 IG 最喜欢的一个团战节奏。另外一下这边已经倒在了血鬼的一个伤害之下，金谷这边也只能赶紧落荒而逃，但是又被冷帅给盯上。最后的破甲剑加上这个勾，并没有办法顺利命中。最后是由 I 过来，不过来看一下目标是盯在谁？盯在冷帅的身上。冷帅这边往前打，但是发现对方有三人的一个夹击，三甲之内有没有空档 Q 到，然后再 R 上去给到自己的普攻。这个点燃应该会直接烫死，而且人头还交到林伟强的身上。这边宝蓝过来给了一个治愈，但是也于事无补。这里是利用着机器人的沉默加 Q 的一个 combo， 直接把冷帅抓到了之后，还有小天的 CC 跟上去，让林伟强收获到了一个人头。
那现在的话 ，FunPlus 逛完上面逛下面，一个抓抓到坦肯奇，坦肯奇这边没有闪现，回身又被攻又被敲，再给一下自己的普攻，最后是炸了一个爆破球的，但是宝拉还是倒下，其他东西打了非常远的一个位置，林伟翔这边的一个进场直接把 Rookie 给收掉。掉的话，在宝蓝赶来支援的一个情况下，这边还选择要杀吗？对面这边绕了一圈，他还有闪现，来看一下后方的一个位置的，先爆了一口血的潮汐打三哦。但是拖进小房间之后，来看一下，应该是先把这个塔给点掉，把塔点掉之后，一个死亡之爪没有把冷帅给拖回来。但是冷帅这边进到阵型的正中央之后，看起来要直接倒下了。这个一技能伤害爆开，虽然打出陈亮的一个 A O E， 但是一出来直接被这个电池进场给电死。哦，方 pass 这一波打得好聪明哦，他利用了这个很扛着吸血鬼的角色。哎，这边是绝命一波吗？这边有一条地龙，双射手，这次的速度应该不慢。后面两的一个 TP， 方 pro 这边想要来守，但是 IG 这边吃的速度其实还不错。小天这边过来，但是发现 IG 应该不能吃了，先给一下自己的 Q 技能，回身抓一个抓，直接开兵还大招。后面还有一个追神池，反倒是布里这边先被刷down了。然后这一波是 IG 的一个不科学团战嘛，这一波炸炸的非常漂亮。冷帅这边直接先把凯撒给秒杀，凯撒这边已经倒了，金哥这边开启一个自己的惊人，然后来看一下对面能做到什么事情。后面的法洛斯还是把摩洛凯撒的人头给收下，再一个勾，这边已经进入冷帅的一个收割局。对面再看一下自己的怀表，但是冷帅又可以把这颗人头顺利的拿走之后，这是一波 IG 的不科学团战啊 ！IG。反超过来，对，而且我一直都很好奇，就是，现在看一下这边勾勾老师露西恩后面给到一个潜航重击，但是顺利的把这个坦克给敲起来，后面又是一个杜闪，这个冥王的大招再次炸回两人之后，反而是杜云碧这边先被 Rookie 给收下，后方的一个血鬼还有魔豆凯撒的一个单枪，看起来魔豆凯撒完全打不赢啊，冷帅这场比赛再度再出来 carry 队伍。应该是不太行的吧？这边 Crisp 直接拉回来了之后，把对方的血量压残。可以看到，杜云碧的复活时间还有大概五秒钟的时间。看起来冷帅想要狙哦。游戏小天都被盯上，后面再给一下自己的锋芒贯穿。虽然说踹出来，但是冷帅这边已经先把李信给杀掉。杜云碧复活了，有机会吗？哇，直接收掉。勾直接收下了800块的一个赏金，但是来看一下他能不能拯救自己的队伍。后面林伟翔不断在输出，但是被冷帅爆了一口之后，几乎快要绝顶升天。但此时也给到自己的一个店家，后面再开了一个血池，再一个一技能爆开，就是敏杀一棒咚，直接把这个冷帅给敲死。要打到林伟翔的一技能啊！为什么这边反过来竟然是？FPS 可以吃地龙呢，这条地龙拿下，但是 IG 看起来很想要来开团，杜云碧这边先挡在正前方一个勾，把冥王给勾上来了，冥王这边瞬间被秒杀，那这样子的话变成一个4-5的局，来看一下 IG 有没有机会可以来翻盘，但是 JK 被盯上，凯撒已经 double kill， 后面还有一个深渊铁矛是 miss 掉，但是这边的话来看一下李信往前打野，维欧的帅了，等下这边被所有人给一阵暴打之后，看自己的血池，最后的一个救世主看起来也要被金棍给一棒锤死，然后一个 Q 再度 Q 到了宝蓝身上，这边还是要往前虎啸龙吟再遁回队友的身边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最后看 Chris 有没有机会再来一个神之一勾，但是宝蓝利用走位可以顺利化解。帅到！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，FunPlus 回身是开吃这条地龙，然后因为杜云碧的位置跟队友走偏了，所以好像 IG 认为是一个机会，但是灵光直接被抓了这个秒杀。那后面这边好像李信的 TT， 然后 Jagger 突出来的时候，刚刚好被那个伤害给打到了，在盯在原地遭到急杀。那上面的地方就是刚才提到的。金棍直接把冷帅抓进小房间的时候，虽然前一波的时候是打出了一个单杀，但是这一波没有办法。哇！结果凯撒在这一波还收获了两颗人头，守卫就可以顺利扭过。金棍在旁边给压力，但是后面先给到一个伊卡夏的魔语，直接逼出闪现，又是一个渡闪，又把凯撒给炸回来了。哇！凯撒这边已经倒下，后面再给一下潜航冲击 ，Rookie 这边被吞到了大快朵颐的肚子里面。但是杜云碧此时又被抓到，先给一下自己的 Q 技能勾墙壁，想要来逃跑，但是多了那个 DJ 冷酷的进行 JK 他最后把人头给收下。这边金棍也要被深海遨游给夹击，一个 Q 技能冷帅交出闪现。规避掉之后，金库这边闪现想要来换人头，但是最后也要受到众多人的包围，不过还是能够顺利换掉。后面还有一个破甲剑士把金棍的血量给打开，但是最后的一个 Q 技能最后是锋芒贯穿，拿下了最后团战的胜利。我两次的一个操作，但小天还在哦，来看看小天有没有机会来偷一个八哦，直接把这个Jiggy Dog 给抓了上来之后。但是顺利的把小天给杀掉之后，打野已经没有。哎，八龙这边把宝蓝给吐死了，而且 JK Love 的血线有点残 ，TP 降了下来。TP 是林伟翔，哎，这个虚空探索者没有命中。而 JK Love 这边交了一个闪现，闪现过去给普攻，反倒是这个时候法洛是倒了哈。林伟翔还活着，但这里要吃到底吗？杜云碧先砍下去，给到强行冲击，给到灵王的身上。但灵王这边来看一下，凯撒这边飞过来，后面给到一个血之瘟疫。这边林伟翔先把灵王给点掉，杜云碧开启自己的一个惊人，受到八龙的一个攻击，应该会被 Rookie 打死。Rookie 这边利用走位可以顺利的扭掉，但是在后方的一个林伟翔应该也可以顺利的往后逃跑。冷帅这边在追下面，然后后面的话是 Rookie 还有 Gingu 的一个单挑，但是又是 Gingu 的一下敏杀，直接把这路线给锤死。后面是收下一个，可能在团战中取得是一个。
多踢比较多人的一个点位，一个高勾到坦克骑，然后后面再给一下自己的大招回身，坦克骑有没有接一秒？后面开启了一个苏瑞神，然后来看一下杜云斌的一个进场，这边 Q 有 Q 到，然后回身再给一下自己的给库，杜云斌开启自己的惊人，然后在后方是金木还有冷帅的一个单挑，但另外一下这边被盯上了，但是最后反倒是帮 Blox 取得一波团战的胜利，只剩冷帅自己一个人，有办法力挽狂澜吗？再吸了一口狂绿 Q， 但是又是最后的金棍铁锤直接站到了最后之后，这场比赛小复活，还要等杜云斌复活。这里小天是帮忙扛住 TNB 剩下一秒的一个时间点，这种的局面啊，前一波的一个重播我们可以来看一下，又是从一个盲视野的地方勾了出来，哇、哦、他是从小兵中勾到对方，哎，然后后面这边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JKLOVE 已经差一点点死掉，但是最后好像宝蓝一个吞一下帮他保了一下的性命，我刚才想多打了很多的伤害，对，我刚才是想说他怎么没死，他不被理性的 Q 到了，就最后是宝蓝救回来，但是最后 TNB 也是弥补下、哦、他是一勾一锤直接两人倒下，而且上半部的地方好像宁王跟 Rookie 已经打成了一波非常漂亮的一个搭配，利用者直接开启这条云谷巨龙，冰棍的位置在后面哦，冰棍从后方的一个绕位，这云谷巨龙射出好快啊，但是宁王在一个可以偷的位置一下去、哦、来看最抢到宁王偷到了这个云谷巨龙，那他这波可以攻城胜退吗？还是 Fun Plus 能够拿下最后的胜利，后面炸了一个爆破巨龙，但是来看一下冷帅的一个进场，林伟翔这边直接飞到后面，地上是林伟翔应该是盯上了这个 Titan 级之后，就是把这个法洛斯可以顺利的收掉，然后凯撒这边拿下一个 Double Kill 之后，尽管抢到了远古巨龙，但是 Fun Plus 没有办法 OK， 而且双勾角色同时出来， Rookie 这边想要来力挽狂澜，先给一下自己的 Q 技能闪现过去，想把 Chris 给点死，但是这边被双勾组合给勾到之后，再给一下自己的 E 技能，就是把 Chris 给杀掉，但是后方的一个这边凯撒是选择回来守自己的一个家园吗？但林伟翔这边过来之后，有没有机会可以给一下自己的杀手本呢？开启了自己的水银赛，跑得飞快，但是后面再一下 Q 技能之后，伊卡西亚的魔女把露星给杀了。但是这场比赛竟然还没有结束，我四十抓到了，然后回身林伟翔这边是在 solo 巴龙吗？刚被巴龙给稍微吐了一下。过来看一下杜云斌的位置，被抓到，后面有一个深海鳌鱿开过来，这边杜云斌的位置非常的危险，最后开出一个惊人强冲击敲飞两人，但是后方的这个杜云斌应该是要被留下了，但是他就这样没有倒地，就是用破甲剑把这个纳利鲁斯给灌死，但是金箍又把帅给拖住，而且林伟翔这边看起来是要直接往后来逃跑了，金箍这边一个人孤立无援，是受到五人的一个暴打，最后是倒在了对方的人员之下。那这样子的话 ，Chris 想要来断这个 TP， 回到阿健是有顺利的断到，但是林伟翔直接在对方家里，林伟翔已经去 BD 了，有没有机会？这个凯撒直接去 BD 之后，后方亮了一个 TP， 但是有没有机会可以顺利的成果？最后是下来之后来看一下最后的帅，还有林伟翔的一个单挑，但是这个麦亚塔已经顺利倒地之后，林伟翔还在想办法走 A， 但是大怪朵威直接把这些给推进来，最后这个鲜血转换把这个人都给换掉。那 IG 即将要将比赛拉回一比一的平手。非常久的一个团战，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操作的一个巅峰。这让我想到的是去年八强赛 IG 对上 KT 的一个画面。没错，上一次的时候是 KT 推掉了 IG 的主堡，但是这一次是 IG 守住了。IG 是这场比赛是真的打得惊心动魄，这到底是几颗人头的来回，几次团战的一个顶尖对决，然后最后靠的是